它比较偏那种衬衫布的那种棉麻，比较偏衬衫布的棉麻。对，然后它是整排开扣的哦。然后这件它是没有口袋，没有口袋，它没有口袋。韩国的有开叉，它的开叉就是看你怎么绑。如果你绑这个这样绑的话，开叉就会开到蛮高的。它就是这样，然后它是整件没有弹性的，但是它是还蛮宽的。对，这个要烫哦，衬衫布、棉麻布不可能不烫哈，不可能不烫。对，它的算是直筒的设计，全长有120公分，然后它有附绑带，有它附绑带，然后它袖子因为刚刚有折，它袖子大概也是5分袖，然后也是宽宽松松，所以不用担心说它会贴选蓝色，因为蓝色这样看好好看。那可是我觉得这种蓝色是蛮多，有点想选绿色哎、欸。刺绣上去的，对，那再翻一下那个布标给我们看，这件是那个 from H 吗？好 ，from H， 嗯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好，那我觉得它很漂亮，是它有背面，你可以衣服平放背面一下，给我看一下，它旁边这边还有打折，对，这边比较高，对，好，在政策背这给我们看哦，那我请 Remy 去卸货了，那我先去卸货，那小田你可以比蓝色给我们看，现在看得到吗？布布金针是临时上的，所以那个就没有那个就没有贴纸，是今天临时要上的。布布金